咱们来冲一个这个藕粉，这个是坚果的。来一勺，我这勺有点大，给两勺就够了吧？再少来一点。我看到一个挺大一个坚果，放里。然后再来三勺凉水，矿泉水啊，或者是凉白开都行。给它搅和匀了，好吧，然后再倒这个烧开的开水，好，再来一点吧，有点厚。一定是就是烧水壶烧的，要很热很热的水。我这个放的比较多，特别稠，你们喜欢喝稠的就多放点那个藕粉，少放点水，然后喜欢吃就是稀一点的你就多倒点水。去，晶莹剔透的，吃到坚果的时候特别香。顿时浑身都热乎了的感觉。我这个好像搅的稍微有点慢，不是那么透明，你们快点搅会更清透一些。吃都是一样的，